师父一次一次都很期待，人人啊能学菩萨法，佛陀来人间都是为了要教菩萨法。此际50多年来啦，我一直都在说，一个字一个字，字字啦，来当路在铺，用爱铺着路走过来，期待呢这一条路啦，满满都是爱，这就是菩萨道，菩萨行，不忍众生受苦难。菩萨怜苦众生，众生呢积来这么多的业力，菩萨呢就要心中啊要有无限量的净水，清净的心去扑灭了众生贪婪之心念，去扑灭。那你要引导他把爱呢启发出来，去见苦，才能知道自己是有福人呐。看到了马来西亚的菩萨是很精进，他们啊一旦接触到了此境，总是他们啊资深的菩萨，虽然有疫情，但是他们没有停歇同样的精进，而且呢这去发放安顿事业的人家，他们同样呢也去做发放啊。菩萨怜苦众生精进啊，也是戒圣虔诚精进如常，还是呢在精进，很有规律的走入菩萨道来，很有菩萨规律。我也问大家说有没有推数啊，他们就说了，从进来见习培训，他们一向都是这样，从培训啊开始挥数不可。真的我也是很赞叹啊，他们接受到了慈济啦，开始总是啊守这样的戒律，慈济持戒不杀生，真正的要复生不杀生，他们都做到了守戒律，而且呢走入人群行菩萨道，这都是呢马来西亚的优点呐、啊。从马来西亚开始有分享到了尼泊尔，因为呢尼泊尔那几年前啊那一波的地震啊，我们好几个国家慈济人都投入啊去关怀尼泊尔，去救灾等等啊。马来西亚的呢也是动员啊很多人啊，也是长期呢跟台湾的
都长期在那里一段时间，他们呢总是投入照顾的一大段呢、啊，都是他们来负责去关怀、去帮助。还有呢，缅甸呢、啊，他们也在做辅导啦。常常说一把米，这个米铺满，现在呢，已经呢普遍出来了。家家户户每一餐的探索一抓的一把米，要放在这样的一个桶子，这辈分大有够啦。所以一把米，那每一家来汇合起来呢，就可以去帮助人。其实这一群啊，提米来倒的都是呢慈济过去的帮助，给一包包的米带回去的，他们从那一包包的米啦、啊、就是每天的抓一把再回馈，就可以呢帮助很多人。这都是呢一个观念，观念一通呢、啊、人与人之间互相帮助，同样也是力量很大。这一把米不只是可以救别人哦，也会呢改善自己。这种有爱要付出，他天天呢都会自我呼唤，爱要付出。看到了，他们呢把慈济的法，那很用心的推的普遍啊，这整阿桃整阿桃呢都去推动。他开开始了，说老干家来了。又不带路嘛，说那么路带不嘛咯，路牌里不歪，就歪家班路比较嘛差的家的，不开上走了路的，开开了嘛偏老包。我呀你嘛，铁路的这首先来的铁路过那边，铁线铁路过那个来打来的铁路，那先干的过比较嘛，过比较嘛不喏，啊，过路和西的路也西的路嘛，过路，那干的也在进了的包。总而言之，这就是爱的种子，一生无量啊！这只要呢，咱要安怎样来让人人众生共善共善呐、啊？唯有共善才能呢翻转呐、啊，共业。我们要有共善，才能翻转天下呢。这么多啦，让咱担心地水火风啊！这地球呢，在生热哈，热不断不断的升高。我们不要以为说离我们很远，跟我无关。关呐、啊，菩萨们呐、啊，我们要好好的自我反省。所以戒圣虔诚，我们记得时时感恩，人人感恩，处处感恩。我们自我提醒境界。天下灾难啊降临了，人类呢哪能这警觉的心不抬头呢？还是要警觉啦，这都是人为，每一个人的
点滴点滴所造成，点滴的造成啊，所以爱心呢，也可以点滴的累积呀，救人的米呀，也可以一把一把的堆积起来呀。所以爱心啊，点滴增长要增加，但是呢，贪嗔痴啊，也要点滴点滴呢，把它去除掉、消灭掉，这才能天下平安呐。